如果你有空气炸锅，兔子呀，沙拉酱，图，马苏里拉，180度五分钟，蛋黄液，白砂糖，180度五分钟，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爆浆焦糖兔丝，绝了，绝了！土豆洗净，切，加点料，抓鱼腌制10分钟。200度15分钟翻面再烤10分钟，又香又糯的黄油薯角好吃到飞起。排骨洗净，加点料，腌制40分钟。炸锅180度烤10分钟，翻个面再烤10分钟。这蒜香排骨也太好吃了，外酥里嫩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洗干净的栗子，划一个小口，冷水下锅，盐煮10分钟，调个糖水。倒入板栗中，搅拌均匀，把剩余的糖水淋在上面，180度15分钟，远远沙沙的糖炒栗子比外面卖的还要好吃。